师妹啊，我哋啊望一望你个观音啦。我第一次见嗰个观音，我已经话好靓，好庄严。观音，水月观音，系啊，系啊，真系好靓。同埋咧，真系一路同你倾偈咧，感觉到你系好有佛缘嘅人。其实你系咪同观音菩萨好有缘？我唔知系咪同观音菩萨好有缘，但系我就记得我细个咧，我就住喺北角嘅。咁有一晚咧，就真系发梦。咁就我就見到一位觀音菩薩，因為我以前住四樓嘅，嗰陣時啲樓全部都係啲唐樓啊，最高都係四樓啫嘛。哦。咁我就見到位觀音咧，就係喺地下，俾我睇得到，即係感覺係睇得到，好細個嘅啫本嚟。跟住就見到觀音一路長高，一路長高，長高，長高到咧，差唔多我同個天咁高。哇！哇！呢一個其實有啲咩意思咧？咁我唔知道，但我知道佢係觀音菩薩。Oh. 我知道他是觀音菩薩。咁後期咧就有人同我講，佢話你同觀音菩薩好有緣分嘅。嗯。咁就喺我嫲嫲過世嗰年，就1982年咧，佢就話我不如將你契咗俾觀音菩薩啦。咁我唔知係咪啦。嗰陣時一位好老嘅老人家去做咗呢樣嘢。咁啊講起觀音菩薩咧，我又記得喺1986年嘅頭。嗯。咁咧就我姑媽咧就突然間同我講，佢話你做呢行，你知唔知有觀音借庫呢樣嘢㗎？咁嚇我唔識㗎，我唔知㗎喎。咁其實我都去借過。係嘛？因為我講埋呢個借庫俾你聽先，然後我先講我今年借庫啲得意嘢俾你聽。嗯。咁咪去到上環嘅老觀音廟，我一跪低我就同觀音菩薩講，嗰陣時都好調皮啊，細個啲啦，可能20多歲。我跟我觀音菩薩說，如果你覺得呢我承受得起你給錢我，你就借錢給我，如果不是你就給個兒子我，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這樣說。但是那時候其實我結婚很多年，但心沒有想過我要生 BB，因為想著做這行不用那麼急啦。嗯，但有時候緣分到的，真的緣分到的，撞口掛的，這些叫真的沒有想過的。回了家不夠半個月就有了就送子了。好啦，有咗之後咧，所有術數師傅，包括即係我去學術數嘅位師傅同我講：你一定係生女，係生女嘅咧。個個都係生女，點知出嚟係仔？即係唔好話仔女都冇問題，但係即係好奇怪一樣嘢咯。係啊，因為你嗰陣時你開口掛就話你送個仔俾我。係啦係啦，唔知點解我會咁講。係啊，你如果話送個細路俾我，另外係啦，我唔係講細路喎，我講仔喎，唔知點解喎。即係其實仔女都冇問題嘅，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小朋友。嗯。好啦，咁跟住我諗起呢件事，咁咪生 B B 咧，我就翻去即係話俾觀音菩薩知道，咁我就求籤啦。我就話觀音菩薩娘娘啊，我就而家真係生咗個 B B 啦，生咗個仔啦，我使唔使契翻俾你啊？咁啊，即係求籤咯喎。哇！呢啲籤文講乜嘢啊？籤文話我俾咗你嘅嘢就係你嘅，你唔需要俾翻我㗎。其實真係咧，直頭好似當面同觀音菩薩對答咁樣。嗱，我唔係道人迷信，呢個係真事嚟嘅。而家我一講自己都無管動。冇啊，其實神明嘅嘢不嬲都係存在㗎啦。正如我哋上集都傾到，有啲人真係可以見到，佢有咁嘅緣去見到。其實咧，我哋見唔到係我哋嘅問題咯。嗱，如果講科學啲咧，維度啊。如果是這樣，下次一定要介紹我朋友來認識，我一個朋友說維度很厲害。我很喜歡這件事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大家不同的空間，突然間有某一個空間，大家 match 了，通了，那你就見得到，就是我感覺會是這樣。是啊，仙佛菩薩其實他可能是高維度。是。是啊，但是呢，當然啦，如果是我們以道家的想法來說，他們是一些陽氣的存在，所以他在天上面，因為陽氣向上升嘛。是啊，所以有些朋友就係啊，我好驚，第日走咗唔知會點，唔使驚嘅。係啊，如果你嘅陰氣多，咪向下面走咯；陽氣多就向上面走咯。所以我哋中國人有一句説話咧，叫聰明正直，死而為神啊嘛。嗯。係啊，因為聰明正直嘅人咧，陽氣會充滿。係。咁你嗰次借庫就借到生咗個仔啦。係。係啊，即係呢一個咧，我諗係好奇怪嘅香港歷史可能第一個咯，借庫借到個仔翻嚟。我唔知，好奇怪。
哎呀，講起借貨，今年借貨先奇怪。嚇、啊！哦，你跟住落去係咪年年都有做嘅？我唔係年年㗎，我不過啲人話你借可以借三年㗎，咁有陣時我又去，有陣時啊有聽過，有陣時冇去。咁啊，今年啊，我見過疫情，咁啊，舊年大家都冇公開啦。咁我哎呀，我就求有公開嘅啫，唔係求乜嘢係咪先？咁咪走去借貨喎，真未試過。你求其抽嘅啫嘛。係啊，冇錯啊。咁我先生有一封利是，我個仔有一封利是。但我抽的封是打孖的喎、哦，哇！即係好像打隻雞蛋出嚟有兩個王咁。係啦，咁仲要咧係個銀碼大到我未見過咁大啊！即係你信又好，唔信又好，但係你個心好開心。係，當然相信啦，而且咧講真的，即係話菩薩係特別眷顧你咯。唔係咁講嘅，其實講真的，菩薩會眷顧好多，但係好多人，但係最緊一樣嘢，一定要善咯。是没错，这个是基本来的。是的。那我上次不是说每一节都可能唱两句歌的。今次我不唱你唱，我们讲开观音菩萨娘娘，不如你唱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我听啊。喂，但是两句而已，但是小弟献丑，师妹学识了之后，你唱回给我们大家听。答应你。OK， 多谢你。观自在菩萨，恒心波野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系啦，献丑啦，献丑啦，献丑。四句咋？吓、啊，你话唱两句，我已经打孖送喎。系冇错，冇错。好像我封利是咁啊嘛，系冇错。好，下次我就希望能够我学识，咁啊慢慢唱俾大家听下。好啊，咁啊小弟就将嗰个其中一个网上版本咧，稍后咧就 WhatsApp 俾你啊。好啊，咁等你慢慢学习。我哋俾朋友又听下啦，又系啦、啊。好，咁样咧就好似尾后咧又系会播翻一首歌俾大家听啊。到时唔知拣边首咧，我拣下同今日。今集看有什麼相似的先得。好，咁咧就遲啲就期待你正式嗰個心經的版本。好，好，咁啊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次再見。拜拜。觀自在菩薩，恆心。波耶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困。吉爹吉爹，帕拉吉爹，帕拉僧伽爹，波智娑巴诃。吉爹吉爹，帕拉吉爹，帕拉僧伽爹，波智娑巴诃。